黄哥芽菜鸡。黄哥，我要芽菜鸡。黄哥，看上面，黑的。就选吧。黄的，好。OK。黑的。好了吗？好，我觉得好黑的，黑的，好，超黑。达达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黄色。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喊出来！黄色。数支，一到五支。好。数中的那一位，就要担任今天我们马来西亚玩很大的筷子手，由你来处决当中那一对。数支，一到五支，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五、二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睡，队长。昆达最爱扮装了，黄的，是最后一颗了，黄的，大哥，想着芽菜鸡，黄的，我要芽菜鸡，黄的，看上面，黑的，就选吧，黑的，好 ，OK， 黑的，好了吗？好，我觉得好黑的，黑的，好，超黑，达达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是什么颜色？黑色，黄色，什么颜色？黑色，什么颜色？黄色，喊出来！Yeah, we are done. 怎么办？你哭什么？要哭的是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赢得那么辛苦，然后我们还输掉。很感动。哇！谢谢阿玛，谢谢马来西亚所有朋友，我爱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对，要去吃，已经收工。Yes， 怎么可能？哇塞 ！Oh no！蜘蛛哎，狐狸，还有河马，河马，好嘞，我就说达哥最爱扮装的嘛，扮装绝对少不了达哥，怎么会这样啦？跌到你错，不要每次都加一个变装吗？我们都有赢，但是运气不好。不，运气会好起来，会好起来。我要多做善事。对。好了，我们待会去做善事啊，不要赔队，我就好起来了。我觉得就是要这样转运。